喜欢光线枪射击游戏的玩家，对万代南梦宫的火蝎危机系列应该印象深刻。这个发迹于大型电玩，后来也陆续移植到家用主机的光线枪射击游戏，以激烈的警匪枪战为题材，除了让玩家以帅气的射击方式打击犯罪，加上以闪躲的方式来装填子弹的新鲜玩法，这时候就大获好评。而火蝎危机的魅力也延烧到 iPhone 手机上，万代南梦宫也推出手机版本的火蝎危机，同样有爽快的枪战射击，只不过游戏方式从原本的光线枪瞄准改成了触控萤幕操作，玩家手指点到哪射击到哪，玩起来更直觉。加上手机版还有剧情模式、时间竞赛模式、高分模式、挑战模式等不同类型玩法，乐趣多多哦。